OK， 这边就是全新的这个 GNN Terry 即将潜能解放了，这个应该是下一周的事情。然后怎么这样？这里太怎么说有一点微妙的感觉，就是蛮真的啦，蛮拟真的啦。然后旁边又有这个路西法啊，这样子。那不知道潜能解放的技能是什么？那现在好像只有释出这个消息而已啊。这个 Terry 就即将潜能解放了，所以大家若有 Terry 的就期待一下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